演出，然后也是多亏我们的包包把我们的场地填得满满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，叔？我觉得你们很讲义气。<笑>对，这次演唱会的门票不都售罄了吗？然后而且今天是最佳场次，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让我们再出演一次演唱会。<笑> 是我飞蛾的尽头。